板板。我们好像大明星，对，但你才是明星。这不是错，应该是你先开场，然后介绍我，怎么是我介绍你？我等下被杀。这个是我们美凤娜今天第一次推出，今天是第一天上线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要给实习的好朋友们，给大家看看，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防晒乳的特色是什么。好，我直接猜一个盒子。怎么猜？好，我猜，我猜。好，你猜，你猜。好，啊，没关系，我猜就快。好，给大家看看这个防晒的质地。那可以帮我抹吗？当然。给大家看看，它的质地是非常的清爽，它是非常清爽的。那它其实有到 SPF 50，那我们的重点是它就是抗皱。因为通常SPF 50的防晒都会比较偏油腻。对，但是用完之后，你用了这个超清爽的。对，所以这支商品呢，同时它可以就是有 UVA 圈圈，然后呢有防晒，然后又有友善海洋，它又是抗皱可用。友善海洋这点真的很重要哎。进到 B 加一这个，对 B 加一，对，它是我们的明星商品。如果有痘印啊，或者是有一点红红的，它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。因为有莲雾萃取液，所以很多的人都会，因为这是口碑款，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说它完全没有过敏的问题，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敏感肌的淡斑那种都很容易过敏。对，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，因为它有获得2020真实网友评鉴口碑的第三名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上网都查得到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名的明星商品，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。而且它平常一支呢就要499。对，那因为这支商品现在就是很便宜嘛，很便宜，3支999。对，3支999。接下来呢 ，C 加一就是赛后舒缓哦。这个我超爱的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这个很棒，这罐就是满满的莲雾精粹。我们有让就是很多人实测，它有很好的保湿的抗老效果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有添加在这个保养品里面，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抗老的效果跟保湿。那这个是 C 加一，它是800，超级划算。